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川，欢迎点击阿川视频，这里是我们阿川系列的爆破解说。那么在新春来临之际呢，阿川在这里呢，祝各位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呢，学习进步啊，游戏呢越打越好，是吧？身体健健康康的，哎，这个万事呢，哎，都非常顺利，非常啊如意，是吧？好运常相伴，是吧？吉祥如意。那么这两天呢也是在过年，所以说这边的视频呢发的比较少啊。最重要的是呢，过两天我要回这个老家啊，所以说视频呢可能要停更几天。在这里呢提前给大家说一下，免得大家在，是吧，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啊。那么就是猴年到了，是吧，哎，咱们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吧。之前发的那个剧作相信大家也是看到了，感谢大家对我长期以来支持。我们不知不觉呢已经是走到了2016年，那这个在大家的支持下呢，相信春哥会继续走下去，会走得更远。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典的沙漠地图啊，还是我们经典的沙漠地图，因为现在打爆破来讲好像基本都在打沙漠，是吧，基本都在打沙漠。好，来上刀再收一个 nice 啊，你看结束了我还要再强行收一个人头啊，一进来呢也是抢到了 KD 王和第三名。这一场打的感觉还是不错，刚开前半部分呢打得非常给力，结果打到后面的时候呢让对面把气势给抢去了。大家可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啊，刚开始打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刚进来场上的这个形势呢还是比较均衡的嘛，我们是直接冲一点，后面拿包的队友也是直接跟上来，哎，中路有人，上面也有人啊，先对付小道这个吧。你看他一看人多，赶紧这个缩回去了啊。那缩回去了能行吗？哎，能让你缩回去吗？那他肯定会出来的，我们等着他。队友已经下包，好，他出来了，看我就知道你不是那么怂的人，是吧？好了，然后这边撇一个雷呢，我们在这边 A 小卡一下，队友呢也是纷纷都布好了位置。我们看下小地图的话呢，可以看到 A 大这个时候是只有一个人守啊，这个时候 A 小呢跪了一个队友，注意了 ，A 小跪了一个队友，这个时候 A 小可能要拦人了，所以说我们继续回来躲啊，继续回来躲。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位置。好，看没有？没有一个人看到我，一个、两个、三个，漂亮！这三个人头收的那是相当一个带劲，有没有？哎，这个你当警也好，这个守当警守 A 或者是当匪不包以后呢，回防 A 的时候都可以在这个位置呢防 A 小，因为 A 小他们拉出来以后呢，一般都会往那个方向看，不会往你这边看啊，除非有特别有心眼或者是意识比较好的人，不会往这看。你只要躲得得当，哇，那人头收的是吧？好了，在我们的 B 点卡一下，小收一个人头，这个位置也是教给大家了。在 A 点下来，在 B 点走 B 点的时候呢，先在中间卡一下啊，以防他们有往前冲的。那么咱们的教程系列现在也是停更了好几期了啊，下一期我是本来打算更狙击的，然后至于以后的这个爆破教程，我现在在想以什么样的形式更，我也是非常愁这件事情。因为爆破这个东西啊，你真的是如果做教程的话呢，反而就是你专门来讲的话呢，反而是不好讲，因为你的素材呢你要再另外打，而且还要做一些剪辑什么的。其实我如果大家经常看我的这边的这个爆破系列的视频呢也是我都是边这进行讲解啊，边进行分析的，所以说这个教程我现在在苦恼怎么办，要不大家就继续来看我这边的雾面阿春，但是我把雾面阿春这边呢尽量呢能做教程的地方呢给大家细致讲解一下。包括你看刚刚我们看到的从 A 小的呢需要收三个人头，以及在 B 点卡一下，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用来，都是可以当做教程来说的。大家如果经常看我的视频呢，这些小知识呢都是可以记住一些的。所以说这个教程到底要做成什么样，我们比较蛋疼，也许这个不好做啊，不好做的话，大家可以先看着我们的雾面阿春这边的这个，就当教程看了啊，就当教程看了。好了，这边的队友是直接往 A 小冲过去，这边他的包掉了，哎，发现一个敌人，这边直接开扫无奈扫没有扫掉他啊，他把我给秒掉了，不知道是卡了还是怎么样，打了他一个残血。最近也是比较喜欢用这个军魂，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连续两期用这个军魂了啊。感觉最近拿 AK 没什么状态，然后拿这个军魂呢比较有手感。当然了，这边我还是又换上了 AK 呢，再来找找手感啊。 AK 军魂各有利弊，军魂的话它这个扫射呢比较稳定，最近我这个扫射最近点射不大准的话，用扫射找找感觉。 AK 的话点射比较强，因为它的威力比较大啊，像这种哎你要跟它这种钢枪啊点射钢枪的话呢， AK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这个军魂呢也是怎么说呢，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这个手感还是略有不同的。如果你的感觉不对，你可以尝试一下军魂，其实就是代表着 M4 系列。那么
荣耀 AK 就是 AK 啊，就是代表着 AK 系列，这两种都是MC1-A 和 AK-A 这两个都是平民神器，大家可以这个研究研究。好了，这边壁洞死了个队友，所以我这边一直开着进步啊，果然看到你了，哎，好，差一点被他搞死啊，又是这家伙，直接是一个扫了一个爆头。那么刚才通过小地图呢，能看到你的队友跪掉了，也是能完全能判断出最后一个人肯定在那里，对不对？而且他只有可能从这边下来，他不可能再去绕到 B 点了，没有理由的，所以说直接打一个埋伏。好了，我们直接带来大 A 大钢一钢枪，给队友送了个助攻。队友打算冲 A 了嘛，那咱们也别怂啊，准备冲，拿宝典是在这边已经准备就位了啊。下面卡一下这边的这个点，他也是非常机智，他也不出来，他也是在这边跟我卡我。好，我们等一等啊，等一等，他撇了个闪光，我感觉这个 A 大好像不好突了呀啊！你看这边的气势没有打出来，那一波没有推过去，咱们就要另找机会了。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有队友从 A 小直接是穿过去了，是吧？好了，那我们也准备穿 A 小。这时候看到 B 洞是没有人的，我怀疑没有队友的，我怀疑可能会来人，所以往这瞄一眼。好的，没有，我们就顺利的从 B 点A 小冲上了，冲到了 A 点。好，队友下包，队友已经是故意下包了，还有两个敌人，目测应该会在 B 点有一个，家里有一个啊，我的这个感觉呢是这样的。当然了，这边包下了，我们还是来回看一下包点啊。剩下两个人，我觉得也是没地方跑了嘛，是吧？整个这么房间这么多队友都在找这两个人，所以说可以放心的回来，静静的等待包炸就好了。我在这边也是闲得无聊，跳了两下这个斜坡，然而这个斜坡还是很难跳的啊。好，那么找一下吧，剩下两个人估计就在 B 点了，看一下他们在哪里躲着啊。好了，最后一个人啊，现在就剩下。哦，好像看到他了啊，好像是看到他了，也不知道看错没有。哎，最后一个人他估计是躲着不敢出来了。好了，也是被队友呢给找到了。 OK， 这样的话场上就来到了5-8，我们这边呢是领先三分啊。来，我们继续走一下 B 点啊，然后这边的拿包的队友他并没有跟我走 B 点啊，这是无所谓的。好了，还是我们的老习惯，先在这个地方卡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往前冲的啊。哎，看没有，哎，什么情况，我天，哇、shit， 水了。好了，那么换上手枪呢，又点爆后面的一个啊。你看这个就有点可惜了，你看我这白白搭上了将近80滴血才把它给搞掉，刚刚他好像有点卡，然后那个一直是啊有点卡。好了，那么拿包的呢是从小道过去了，打算是从中路上了啊。哦，这个拿包的很硬啊，直接从中路上了，他是看打算拐到 A 点还是拐到 B 点，朝 A 小撇个雷，我们去给拿包的打下掩护吧。好，我们的拿包队友打算是去 B 点了，那咱们来帮他掩护下。在这个位置呢，一方面可以看到中路，如果他们有从 A 小跳下来的呢，可以搞掉，或者是从 A 大那边啊，我转过来的，所以说这个位置呢还是很阴的啊，还是很阴的。哦，好，想来人了，哎，对，你别站我头上，我最烦别人站我头上。哦，随便一开枪穿死一个，完成三杀。好了，那这个时候包也已经下了，然后 B 点队友也是布置上了，咱们就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吧。好了，队友是卡在了我刚刚的位置，我在这边呢看一下 A 小道，哎，看到 A 小道过去一个人，哎，这个时候底下也来人了，我天哪，这样的话还是比较蛋疼的。我的刚才注意力呢一下在 A 小，然后从他们老窝里呢闪出来一个人，队友也是没有及时的帮我打一个配合，然后这个人出来好像直接就冲我这边直接把我秒掉了啊，我也是个残血，这也是没什么办法的。如果你想在中路防的话呢，不妨在那边的那个两个小箱子堆起来的那个小地方，你可以蹲下来露个小脑子在外面，可以看到中路以及井家。好，继续来走 B 点，还是啊卡一下。好，貌似没有人，那我们就直接冲了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哎，有人吗？好，没有人吗？那好吧，既然没有人，加了一个挂机的直接让我们收掉了。好吧，不是这一局啊，下面有一回合我也是以这么硬的方式往前冲，结果被偷袭了啊，那不是这一局。好了，那么看一下队友们，这些，哎呀，好吧，是自己人，队友都是在 A 大，好像在那边钢枪哈，那我估计剩下的所有敌人应该都是在分布在 A 点了。你看这个 B 点是完全没有人的嘛，都放空了啊，哎，天哪，这队友一看 B 点放空了，不赶紧转点过来下包，还在那边钢枪。好了，看到一个人，哎，水了，给队友送了个助攻，这边点了两枪没有点死。好了，哎，哇，我看好，反应非常非常这个迅速，转身就是一个爆头啊。这家伙从后面过来，我这个也是下意识的一开枪一个爆头啊，他也是有点水，他没有把我秒掉啊。好了，这边三个还有两个队友拿包的是已经是从后面赶过来，准备去赶往 B 点下包了，咱们也别乱跑，一个大残血很容易就死啊，不小心被雷炸一下就死啊。所以说呢，继续躲在这个老这个非常猥琐的位置啊，继续来看一下 A 小以及右边的警家，可以听一下脚步声。哦，这个时候看到有一颗子弹穿了过去，如果没有看错应该是个炎魔咆哮。哦，他好像来了，拉过来扫。好，三杀带走，换一下子弹，
然后还有一个队友在在 A 点，在 B 点已经看包，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追究那个，再去追杀那个人了。所以说我现在赶回包点来稳一点啊，来打得稳一点。好了，回来以后队友还是在这个地方钢枪啊，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静静的等时间好了啊。好了，这个时候我觉得闪出来看一下，我还是比较什么一些啊，看出来看能不能再收个人头嘛，还是想再收个人头是吧？好了，这个时候闪出来看一下，哎，看到一个人，哎，赶紧往回跑，哎 ，shit 啊！好吧，早知道就不出来了，早知道就不出来了，哎呀，何必呢，是吧？本来就是个残血，我还是想收一个人头，贪得无厌，有没有？贪得无厌了啊，这就有点贪得无厌了。好了，我们换上这个，换上我们的这个军魂啊，然后继续冲向 A 大，然后看一下队友，好像打算一波带走，哎，他躲在箱子后面，把他穿出来，好，他被我穿出来了，也是被队友呢，把这个收了个人头啊，哎。等一下啊，等一下，这边有点混乱了，队友们也是比较后怎么从后中路上来了？好的，还好啊，还好，不然的话可能要全军覆没了啊。然后这边的拿包的队友也是，哎呀，他在这里不敢上，然后我说 follow me 啊 ，follow me cover me， 然后我就上了，结果他压着他不上，我自己上来搞掉一个以后被后面带走。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后面这个拿包的队友果断跟我冲上来的话，这个是不成问题。你看他在这里怂着等来，然后呢？还不是过来被秒杀，是不是？你看这个他怂了，结果把我给坑了啊。刚刚的话我们两个人一块冲出去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面两个人上来我先秒杀一个，后面那一个如果对于那个拿包队友给我补一下枪的话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所以说这种时候就是太重视太在意你的个人利益了，是不是？当哎我们都学过，是不是？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怎么样，哎，要放弃部分个人利益来这个哎维护我们的团集体利益，是吧？这是一个爆破，是一个团队游戏，所以说刚才那一个就很伤啊，就很伤。然后我们来打一下狙啊，忽然想打一下狙了。然后这一局的队友貌似也不是很给力，纷纷都是挂了啊，我们也是没有冲起来，都被堵在了家里。我在这边的后花园呢，一直在瞄着那个洞啊，瞄着这个，看他们。哎呀，你看这边队友都是纷纷跪掉了啊，就剩下两个了，还有一个在房家啊，我们三个都在守家其实。好了，那我们也只能打得被动一些了啊，在家里方等一下吧，看看有没有人头。哎，有来一个，好，直接狙掉，就是一个复仇。后面应该还有，继续来卡狙点。好，这边有一个，直接带走。好了，继续来卡。那打卡点狙的话，我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后面还有，来三杀 ，OK。像卡点狙的话，我的这个、还是不是那么的水啊？如果让我打一些什么顺狙什么的，我是打不了的。所以说我打狙击一般打，其实打爆破没有什么打，没有必要打什么顺狙啊，大部分都是打卡点狙的。好了，然后就剩我自己了，看一下时间也是不大够了，没有时间跟他们耗了啊。我们得去拿包下包去啊，包掉在中路，shit， 好，他好，赶紧换枪，他没有打掉我，好水，好漂亮，直接手枪点掉四杀啊。这个时候我还有一点点血，然后时间也是不多了，这个时候呢我现在需要马上去捡包下包，如果现在去下包好像还来得及啊，好像来不及了，好像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啊。这边队友给我发666啊，可以。好了，那么我们捡起包来发现时间也是不够了啊，那就没什么办法了，那我们就等时间结束吧，然后直接撇个雷，任务失败了。其实打匪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打法，就是一群匪在都不冲啊，都在家里就专等着警，哎，专等着警来找你，然后在后花园利用那个斜坡在那边呢打掉一大片，把对面这个势力打残了以后呢再进行反杀。那么现在已经不流行这种套路了啊。好了，中路穿杀两个，然后也是给这边队友呢鼓舞了一下士气啊，看一下队友们打算冲哪里，好像是准备冲 A 大了是吧？好，那我们就一会儿去补上去啊，一会儿去补上去。现在因为大家的技术普遍都升高了嘛，啊，所以说不流行这种打法了，都是打的比较激进一些。好了，我们走 A 小，走 A 小，特别小心这个斜坡这边啊，就是斜梯这边。你看一下他自己闪出来，如果他在那个地方躲着阴着的话，我可能会被他偷袭到啊，但是他自己出来了。哎，你看你这个是吧，没有耐心啊，你这个打偷袭打埋伏就要打耐心。好，这边一个人，我们直接给他刚掉，直接四杀了以后，后面看到一个屁股，好，直接五杀。这个时候注意了，这是本局的一个高潮，我没有灭队，我为什么说是本局的高潮呢？没错，我们被这个人反杀，大家看我打出五杀以后，然后结果队友呢竟然没有把他收掉，反而被这家伙，我去，被他打出了一个五杀六杀啊 ！shit， 我也是醉了啊！我真的是醉了。我这一局打了个五杀，我寻思着队友你怎么四个人你搞不死一个呢？还真搞不死，包也是下了，然后这边竟然被最后一个人呢给打了一个翻盘，我真的是服啊！我真的是服。
骚年，我只能说你太六六六六六六了啊！当时我打到五杀的时候，我心里那个乐，我在想，我的天，这次又要小灭队了吗？是吧？因为打到五杀的时候已经是很牛逼了，但是呢，我操，没有想到，我真的是啊，我当时都想爆粗口了。我当时也是打字跟队友说，哦呀天哪，你们是怎么打的？尤其是最后那个拿狙的啊，很伤。你下了包以后，你拿出来，你跟他刚什么狙，你躲起来不行吗？哎，这就是。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好了，那我们来下一局来换上 AK 啊。我是现在就是最近这个手感呢时好时坏，所以说我需要不停的呢换武器来保持我的手感啊。这边一直在斜坡这边跟他们钢枪，你注意了，你在斜坡这边钢枪，你不要急，是吧？他们打不到你，你慢慢跟他来，一次一次来，再找机会，看没有？哎，他们被我打得很伤啊，我一下一下的把他们全都打成了残血，然后分别输掉人头。因为你在斜坡的时候只是露一个很小很小的脑袋，他们很难打到你啊。你这个时候你心里不要慌，你慢慢跟他来，打一枪下来换一枪，打一枪是吧，再下来休息一下再找机会。好了，那么这边打出三杀以后，包是下在了 B 点，我们去回防一下 B 点啊，我们打得稳一点，因为对面好像也是有厉害的是吧，那也是反杀。好了，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人，我装作没有看清的样子慢慢的回来等着他，我觉得他可能会下来啊。我们听脚步声，他没有下来，哇，我天哪，他，我万万没想到他好硬啊，他直接去强行去 B 点拆包了吗？这是啊。好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场上的比分也是来到了一个持平啊，持平，我们继续来走下 B 点。这次不错，这次拿包的队友也是跟着我，好了，来跟着我上吧。这次我们走下右边啊，走下右边的话就没有必要在中间卡一下了。走，如果你要从 B 点拐到中路的话呢，你要卡时间啊，你要卡时间。你要是打算从那个 B 洞过去的话，哎，他把包扔给我了啊。你要打算从 B 洞过去的话，你可以卡一下，卡一下那边那个，他们要是又往前冲的话，你可以先打那个埋伏。好的，这边有一个动作慢一拍的，我们都冲到家里了，你还在这边拿刀往前冲。哎，这边有一个拿狙的，他被我发现，直接打出双杀，上面还有一个人，他没有看到我，直接打掉一个三杀。好，那么队友的包掉了，过来先不要捡啊，先等一等再捡，看一下周围什么情况啊。好了，没有人，确定没有人以后呢，让队友去捡吧。有的时候包掉了，你不要急于去捡，他们可能在周围有埋伏，是吧？好，队友去下包了，我们继续来这个位置卡一下。哦，中路貌似有人，哎，右边好像也有人，哎，什么情况啊？这些子弹好像是队友打的。打爆破的时候尽量不要乱开枪啊，没有确定队友，没有确定敌人之前，你除了那遇到箱子，你可以穿一穿，看他后面有没有人。你不要乱开枪，你乱开枪呢，容易给队友呢造成这个，就是那种判断啊，就是给错的错误分析，是吧？刚才那乱队友开的枪，我还以为是敌人开的。好了，这时候我们在 B 洞这边卡一下，看你往前冲的好，果然又往前冲的。好，直接骗了一个四杀，看没有，春哥料事如神啊。那么这个东西也是要根据你的判断，然后也是要猜的成分。你看啊，我猜他可能会从狗洞上来，看没有，从狗洞上来了啊。我猜他接下来会从底下的这个门过来，信不信？哎，他从狗洞，哎，我觉得他可能会从底下过来。哦哦，好吧，他压根没有敢上来，好吧啊。那么打爆破这个东西啊，还是你打的多了以后呢，有些东西你说也是怎么说，不好说啊，真的是不好说。就是也是猜啊，也是看感觉，但是当你的感觉呢准到一定程度了，这叫什么？这就叫意识啊，是吧？哎，这就叫意识。好了，我们先来继续卡一下这个位置，看有没有在上当的啊。哎，你看他们就是，是吧？要我吃一堑长一智啊。好了，这次没有人，我们慢慢走。好，就这一回合注意了，我被埋伏了，看没有？哎，在这边狗洞来了个人啊，然后被他给埋伏了，这就没什么办法。因为在狗洞的话，你出来以后呢，你不好打他呀，他一旦瞄好你以后，你是不好打他的，他打完可以闪回去，再从两个地方再找机会，你的位置一旦暴露以后呢，他可以各种方法吊打你啊，这就是当进攻方的这个一个不好的地方。其实现在很多地图基本除了沙漠都是偏向于防守方的啊，都是防守方好打一些，进攻方不好打。你想想，你守着人来打埋伏战，肯定要比你冲过去四处搜点找人好打的许多，是吧？所以说打进攻方还是很练技术的，尤其是什么吊桥呀，什么什么那个废弃工厂呀，这些地图都是很难打的啊，当进攻方都是很考验整个团队的一个什么的。好了，我们这一回合打狙，不过队友貌似很给力，直接过去输人头了啊。然后拿包的你看都不去拿包了，直接去钢枪，上去钢枪去了。我的天哪，你拿包你能不能好好先下包再去抢人头啊，我也是服了啊。就是来屁股后面看一下，哦，一小来人了啊，一小来人了，来换手枪点两下，哎呀，没打死啊，再找机会啊，拿出来再找两就，哎，你怎么跑了？你别怂啊！好了，他跑了，我们，哎，没顺道，好了，把他点掉，点掉以后呢，队友也是成功的在 B 点下了个爆，我们继续在这地方等一下啊，下面可能还会来人，我们先回撤一下。好，这个时候还有两个敌人，还有一个队友，我估计一个人，我估计可能会来人，果然来人了，但是，哎呦，
延迟呀、啊、延迟呀、啊、我都闪回来了我还跪了是吧，我都闪回来了结果在墙后面跪了，然后剩下那个队友也是被干掉，这就很忧伤啊，又被对面翻盘了。对面拆完了吗？我记得好像拆完了是吧，哎，这么久拆不完那我也是服啊啊。哎，你别告诉我对面没有拆完啊，哈哈，难道说他们没拆完啊？漂亮，好吧，这个包估计是队友给下在了那个绿皮箱子上面啊，他可能跳不上去，那个绿皮箱子需要在那个狗洞那边呢起跳才能跳过去啊，他们可能没有跳过去。嘿，这一个分呢，这分拿的啊。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A 大，哎呀，这个太惨了，被白白抢了一半的血啊，没有占到便宜啊。那么我们拿包，那这一局其实不该打狙的，哎呀，这个时候也换不了狙了，没有办法了，我们硬着头皮上吧。那打狙的话不要冲了，先在中路卡一下，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往前冲的。好 ，A 大貌似是没有人的，队友是打冲 A 小了，结果一看有人防的这么严，又很怂的退回来了啊，来穿一下这个墙是可以穿的，有的时候能穿爆头。好，队友在开镜步，我们就不过去打扰他了，你这个时候你这样直着走过去会影响他的判断的，那我们还是不坑队友的是吧。好了，我们来穿一下这边这个墙啊，有一定的几率穿中啊，以前我瞎蒙了一枪就穿了个爆头。哎，好了，这个时候队友已经是成功的把 B 点占下来，他没有死说明 B 点是非常安全的，我们赶紧过来准备下包了啊。好的，那我们准备下包，哎呀，这个时候队友跪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不应该下包的，但是强行下了啊，强行下了。好了，我们看一下，哎，看到一个人，好，把他给顺，这是顺狙吗？啊，把他算顺掉吧。顺了以后，我在想，这个不是个打狙啊，我得换个步枪啊，所以说打算简单的步枪。我刚一扔枪，这家伙就从老窝闪出来把我给击毙的啊，我也是服了。那么这边最后一个队友了，哎，我们来看这边最后一个队友，这边这个最后队友这一段我没有剪辑掉，就是因为这边这个队友太有意思了，大家看他在这边守点以后呢，哎，这个对面这个过去以后他没有看到他，于是他果断换上毒牙，啪一个刀杀，哎，干得漂亮。然后呢啊，然后呢这边又来了一个人，然后被他带走了啊，带走以后包也是没有时间炸掉了啊，这个队友真会玩是吧，强行刀杀呀。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边场上也是来到了10-12，我们这边优先两分。但是从这一回合开始，大家注意啊，从这一回合开始我这边的状态呢开始下滑，然后对面的气势也是打上来了，我这边本来是想这个给他们的颜色看看，直接冲个 A 小的，然后呢啊，然后大家看好了，好像被埋伏了我忘了，哎，看没有，这边有个人，看没有，他还没有看到我，但是我看到了他，好，他被我打出来了，所以说你冲 A 小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留意那个地方，你直接看不到，你得到箱子后面那个位置斜着看，你能看到他的那个露出半边身子。好，哎呦呦呦，哎，人还挺多的啊，换一下，哎呀呀，别，这不好办了，我们别在这边跟他们钢枪了，他们已经看到我的位置，然后不好打，所以说我们转一下点，从底下过去。好了，看一下，我看到他了，但是这个时候有点残血，有点怂，打算让队友先上去看一下，因为拿包的是在 B 点，没有必要非得去找那 A 大几个人去找麻烦是吧？我们过来回防一点啊，回防一下 B 点，打得稳一点是吧，咱们是这么稳的人，那我们就来回防一下这边的这个，其实以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回防了，队友已经是把整个部分呢，整个局势呢分这个非常的布局的非常的这个均匀啊，他们已经是没有地方突回来了，这个时候我担心他们可能从后花园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个什么，因为队友也是防得非常的这个完备了，这样场上来到了10-13，我们还有两局就能获得胜利了啊。好吧，好像是从这一局开始被翻盘了，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好，这一局我们来换一下 AK 啊， M 军魂的手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换 AK， 先是看一下队友们的什么情况。哎呦，这边这队友硬，打算直接冲 A 角了啊。好了，我们在混乱中扫掉两个啊，这边的队友也是跪掉了，来我开路，兄弟们给我冲 A 角啊，冲 A 角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要冲就赶紧冲啊 ！A 小这个地方很蛋疼，哎，看来一个人直接给他扫了一个爆头。好了，那么这个 A 点应该是清空了吧？然后拿爆的队友也是从 A 小呢往这赶的啊，往这赶。好，哎，你上哪呀？这拿爆的怎么去 B 点了？他干啥去？这是？好吧，那我们跟着拿爆的走吧，毕竟他拿爆的。看一下屁股后面来没来人？没有 ，OK。好，他爆掉了。这边应该是有人的，哎，什么情况？哎，我靠，被对面打出，大家看没有？被对面打出一个三杀，这个时候有点蛋疼。哇，不是吧？就我自己了啊！被对面强行一个四杀给翻盘啊！这个时候我就我自己了，心里还是非常慌的。我现在都甚至不知道两个人在哪里，所以说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这边开着进步呢，往这摸索过来看一下 B 点有没有人啊？好像没有人的啊，没有人，我们就过来强行下包了啊！
啊，这个时候心里非常慌，这个时候其实不该下包的，但是没有办法了，你看没有，一下包呢，他们也是埋伏好了，一听到我下包的声音就闪开把我打掉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下包也是没有选择了，因为一是时间不够，第二个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我都没法打了，所以说只能硬着头皮下包了啊，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时候场上被他们翻回来一分，场上是来到11-13。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B 点，这次是我们拿包直接冲来，硬一个爆头直接带走。哎，你这么硬，你妈妈知道吗？好，那么咱们冲 B 点吧。B 点，哎呦哎呦 ，B 点好像有人啊，好像有人，我接着就怂了，接着就赶紧回来了。等一下，别急，他们好像打得比较急啊。哎，我就知道你们打得急。好，两个还有吗？还有赶上的吗？哎，还有没有赶上的？专打你们这种小暴脾气是不是？哎，打爆破不能急，不能急，你们咋还这么急？好了，没有人上来，我们就准备往前走了。哎，看到一个人，好的，打了他两个子弹啊，他没有占到我便宜。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再走那边不明智了。哎，不错，队友从那个中路掏过去，直接掏到了 B 点，也是完成了一个四杀。好，干得漂亮。这个时候，哇，漂亮五杀。哎，队友已超神啊，队友已超神。这个时候场上就来到了11-14，我们再赢一局就能获得胜利啊。可惜呢，哎，可惜从这一回合开始呢，哎，我们又要被翻盘了。大家一块来看一下。好了，那么还是队友好，这一局的队友们好像很喜欢冲 A 小啊，这边的这个小比伯非常硬，直接冲 A 小啊，然后被带走。我的天哪，你也是太硬了，这边队友都没有帮人帮你打掩护，也是没有人一块冲你，这么心急干什么？他等着我们一块嘛。好了，这边 A 小闪出来两个人，被带走了一个啊。好了，中路有人啊，中路有人，穿一下，穿一下，穿一下，咱们子弹多任性啊，毕竟买了步枪弹夹，那你这子弹都打不完，那该穿就得穿了。好，穿。好了，我们决定从 A 小过来了啊。A 小小心埋伏啊 ！A 小如果有埋伏很蛋疼。好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埋伏，没有。大家哎，看我现在走 A 小啊，非常谨慎，非常注意这个地方，因为我在这边经常埋伏人，所以说也很担心别人在这地方埋伏我。这个时候这一局打错了，因为场上就是我一个，我心比较急，直接下了包。对面是五个人，其实这样就没法打了。当时应该下一个 A 小包啊，这边下了一个这个包，真的是当时脑子非常乱，在这地方下包已经是没好玩了。闪出来以后呢？被这边的一堆人呢、啊，直接给强行带走。哇，人太多了，你这根本没法打。当时如果你看他们四面八方都来人了，当时如果再下了个 A 小包，然后我去转到 A 小的那个楼梯那个地方呢，其实还能玩的。因为他们后来拆包的时候，我闪出来给他们干扰一下，然后他们如果从那个 A 小拐过来的话呢，我一个人单防 A 小是没什么问题的。A 小单防的话很好防的。当时脑子非常乱，然后一看队友全死了，心里有点担心，结果。这个啊，结果下了个那个包，那种包的话很难守，好吧。然后这边走中路，结果也是被直接给狙掉了啊。从这一局开始，对面气势也是打出来了，这边死了以后没有减掉，大家一块看一下对面是怎么把我们给团灭的啊。这边的队友也是纷纷被带走啊，纷纷被带走。我天哪，我天哪，直接让对面打出一个四杀啊，纷纷在老窝里被毒嘎啦毒死。我的天，这边呢就剩下一个啊，还有两个人是吧？还有一个人在 B 点，然后被带走，五杀被带走。这个时候呢。全场就剩下这只可怜的小比伯啊，我们来将镜头呢留给我们可爱的小比伯啊。哎，你别说，我们小比伯最后还强行抢了几个人头啊。好，看见他提着炼狱准备单干啊，单干五个人啊，不对，单干七个人啊，单干七个人。好，他小心翼翼的拉出来看一下，哎呦，有人呢 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什么了，很忧伤了啊。小比伯都哭了，但是他还是强行收了一个人头，然后被带走了。从这一局开始呢，对面的气势是打出来了，然后被强行翻到了14-14。这一局我没有记错的话，又是被一个，哎呀，被独家面对啊。对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一下子，是吧？哎，一下这个，啊，一下吃了春药了，直接发飙，直接就是从这一回合开始，看没有？我天哪，直接被毒嘎了。我们这边直接是又是一个大残，就剩下两个队友，这边拿包队友跪了，我赶紧捡起来啊。也是心里小慌张啊，队友在这个 A 小也是被干掉，又剩下一个队友了。我的天，不要留下我孤身一人啊，小伙啊，队友你不要怪，你多活一会儿好不好啊？你多活一会儿。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往哪走了，我一看一下，现在到处都是人啊，肯定的，现在肯定到处都是人，所以说，我决定再迂回一下，再看看，先逐一击破。好，这边的队友非常给力，还没有死，哎呀，死了啊，好吧，现在我们是1v5啊，这边直接闪出来一个人。好吧，被带走。这个时候场上来到了14-14，也是本局的最后一回合啊，竟然被强行翻到了14-14。不过庆幸的是呢，我们在最后一回合呢还是非常非常勉强的赢了。那么是怎么一个勉强的赢呢？因为我们这一局也是急眼了嘛，你看被连续吊打两回，如果再不急眼，那我们就被这个翻盘了。所以说我们打急眼了，直接全体冲 A 大来，咱们准备强行冲 A 大。队友们看没有，
非常硬，直接上了啊！我在这边 A 坑这边给他打一下掩护，也是看下屁股后面中路有没有来人。好了，这边两个队友还在 B 点，我的天哪，太没有团队意识了啊！好了，我们剩下的大部分人都来到了 A 点，然后队友，然后这个拿包队友是强行去下包，然后他们也是把这个 A 点放空了。来，队友赶紧下，赶紧下啊！好了，这个时候下好包以后呢，我们整个队伍呢就在全心全意的啊，全力守护 A 点，然后屁股后面也是来人了。我这方就是左右一边看，虽然说最后呢一个人头也没有收掉啊，但是呢也是强行拖到了最后包爆炸啊，勉强获得了一个胜利啊。这一局打的真的是不容易啊，差点被翻盘了，是不是？好吧，那么本期视频呢也就给大家带到这里的，也是感谢大家观看了。最后再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我的这个支持啊，祝大家新春快乐啊！开头好像说了是吧？最近脑子不大好使啊，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嘿嘿嘿，咱们下期再见啦，拜拜。